大家好，我是山东省巨野县千禧印象厨师长刘兴元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养胃糊粥，选用本地优质大豆和优质金谷小米作为原料，大豆要泡在水中12小时以上，大豆和小米的比例是1:1.5，大豆和水的比例采用1:5的比例，把大豆用豆浆机按比例打成豆浆，同样把小米分开也打成小米浆，把打好的豆子放入锅中，先用大火熬开，熬开熬至15分钟，转小火，放入打好的小米浆，倒入小米浆，然后再熬至10分钟，开锅即可。